我觉得我好像一个勇士，在心中对抗魔王。 法纪云河，我可是最强的御灵师。听说鲛人生性固执难驯，宁死不屈，这世间从来没有被驯服过的鲛人。现在能救他的，只有你。鲛人断尾，如同背叛鲛族，再也不能入海了。 你难道就不想回家了吗？我想，但我更不想你死。万一我不值得你的心，鲛人只听这里的声音。啊！ 如果有来生，也太单纯。今夜过此崖城，猪。云衡，你应该像风一样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的。 你以为我想当什么御灵师吗？我想要的只有自由。仙师和顺德一日不出，东海鲛人的命运，终有一天会落到每一个人身上。你们究竟是习惯了残忍，还是看惯了恶毒？很快，我们就会让那些阴谋、暴虐付出代价。 争端已起，大乱将至。凡是违逆本宫之人，都得死。那我就赌你杀不尽这天下逆鳞者。我想要的自由，并不是要走很远的路，而是这颗心毫无畏惧。 我既已下定决心，便无人能阻。还有谁？已无退路，唯有前行。